大王自己掏钱来打这场比赛。今天晚上这个比赛现在局面非常搞笑，本来是亚王守擂，现在居然变成小孩守擂了。小孩是本来是挑战者，现在变成守擂者了。亚王现在已经自费1100块来买币来打小孩最后的两颗币了。目前小孩最后两个币，亚王如果能够把小孩这两个币消灭掉，那么今天晚上比赛才能算结束。今天晚上本来是亚王48个币守擂赛，目前你看亚王负11币了。想在家里玩街机游戏小伙伴，点开直播间下方的小黄哥购物袋啊，看一下一号链接。喜欢吃牛肉干的朋友可以看一下2号链接。小孩这边的话是使用库拉，用了一个绝对冰拳解决了鸭王的 K 大使。15没出吗？15明天晚上才能出啊，还没发售呢。牛肝什么时候发货？你现在下单白天发货，记得。现在发货白现在下单白天发货。你现在快递已经停止收件了，都是白天发，拍就行了。牙王今天晚上忙活一晚上啊，电费没挣出来，还要倒贴，还要倒贴给小孩儿两。还是倒贴给小孩1100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赞助老板也是鸭王的老粉了，也是小孩的老粉了。现在鸭王的段子金针脚又拿下小孩一臂。小孩看来这30个币不想达成了，2800他觉得已经差不多了。小孩最后一个币，那么今天晚上这最后一币鸭王能不能顺利拿下呢？加油鸭王。有人说是放水了，你们觉得是放水的吗？可以在视频下方啊，打在屏幕上。2800广东话一发呀，2800广东话怎么发音啊？不知道红中国直播是手机。我可不做吃手机的事啊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。怎么能随便伤害呢？对不对？上次微微更惨，上次微微是倒贴了1600啊，倒贴1600啊。红中加班吧，该打你啊。加班你有什么奖励没有啊？该打你啊 ，AK。咱们来看这场对决，小孩最后一臂，我相信他还是有这个实力能够拿下鸭王又一臂。凑个整吧，凑个3000多好，是不是？段子绝死角，难道说这把小孩赢不了鸭王吗？加油小孩。鸭王现在没有别的想法，眼睛都红了。你这个坏人，你这个坏人。好，传播顶一下，鸭王拿到赛点局了。小孩最后一臂，最后一灯，鸭王能不能拿下小孩这一臂呢？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呢？觉得鸭王能不能刷一个9？觉得小孩能不能刷一个6？感谢 AK 的比心战芒，咱现在对局，拍了一份牛肉干啊，你都可以拍一下牛肉干啊。想变成小孩这么屌的朋友，点开直播间下方的购物袋购物车，拍一下牛肉干。牛肉干是咱们的镇直播间之宝啊，纯牛肉啊，你们可以放心拍。现在鸭王用谢风抓对方的机身，再抓一个谢风，下谁接葵花三段，马力还没有晕，
沉晕了。这是鸭王拿下了小孩一命，小孩拿了2800，鸭王负11啊。今天晚上鸭王守卫赛变成鸭王倒贴赛了，倒贴了1100。今天晚上小孩成为最大的赢家，拿了2800块，恭喜他吧。